没想到吧，少跟我来调虎离山这套，从小我就玩剩下了。你怎么会跟到这儿来的？你以为你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甩了？你他妈还差点，早就知道你和那个烂仔拼居在军区疗养院。是高阳告诉你的？这他妈还用高阳告诉我吗？我随便到酒店查个电话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查出来。冯裤子，我没想到你也这么阴险卑鄙。你说什么？ 到底是谁阴险，谁卑鄙？啊！我不和你说了，你让开，我要出去。你以为你是谁？这个大骗子！谁骗你了？我没骗你。你没骗我？你还敢说你没骗我？我都快让你们给骗疯了。冯裤子，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好吗？我不听，我他妈的听不着。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办了你这个臭圈子！冯裤子，你怎么能骂出这么肮脏的话？骂你？我骂你便宜了你！冯裤子，你冷静点，你要干什么？你可别冲动！面对你这样的臭婊子，我能不冲动吗？我要不冲动，我就不是人了！冯裤子，你不许回来！你不能这样！你不许这样！冯裤子，冯裤子，你个王八！你个王八！ 你放开我！你不能这样！我要不拉了你，都不能泄我心头之恨。就你这小身子骨，还搞强奸呢？冯裤子，你还是人吗你？你们从来就没拿我当过人，我冯裤子在你们眼里连条丧家犬都不如。
你这是想把我蹬了？想的倒美，那石头怎么也有我冯裤子一份儿。冯裤子，谁说要把你蹬了呀？ 心口雌黄，冯裤子，你说什么呢你？我说什么你最清楚，别把我往绝路上逼，急了我就全给你抖出来，就你那点诡计了，别人看不出我还不知道啊。你看出什么来了？高阳，你别急，先让他把话说完啊。冯裤子，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有我给你做主呢。 好，你们现在是扯淡吧？我没时间奉陪，对不起，我该走了。你不能走，冯裤子，你还要干什么？难道你还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事情没说清楚以前，你当然不能走，是不是高阳？冯裤子，你让他走。凭什么呀？他走了算怎么回事？我上哪儿找他去？你让开。 冯裤子，你也不想想啊！我跟高阳现在非要走，你一个人能拦得住吗？你们休想威胁我，除非你们打死我，否则你们谁也别想溜了。 高阳，你干脆弄死我吧！我真的不想活了。我与其像赖狗一般活着，还不如像雄狮一样倒下。哎，高阳，高阳，你别这样，我看还是算了吧。 起来，起来，咱至于吗？为一块石头，太不值得了。冯裤子，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会走的。为了一块破石头，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你向谁保证我也不会撒手了，除非你们把石头留下。你们别怪我出此下策，我也是没办法，被逼无奈。冯裤子，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这不能怪我无情无义，而是共军太狡猾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行了，你这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就也什么也不说了。
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现在就给方言他们打电话。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还不如把方言他们找来解释清楚，大家一块卖了石头，把钱分了拉倒啊！高阳，你不能这样。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让你一个人独吞了？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难道咱们三个就不能公平地把石头分掉？那不是还是你一个人独吞吗？怎么是独吞呢？而是我们三人平分。冯裤子，你想什么呢你？我实话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独占这块石头。等石头卖了以后，方言他们人人都有一份，谁也少不了。你真是这样想的？什么叫我这么想的？我肯定会这么做的。要不然咱现在就给方言打电话，行吗？那李白玲会答应吗？关我屁事儿！你不能走。哎呀，冯扣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要上厕所，你去。冯扣子，我算看透你了，你可真是个小人。随地大小便，我反正现在就认石头了。这可是你说的。那好，我现在就把石头交给你了。高阳，你也用不着试探我。你要是真敢给我，还真就敢收下。给你，你拿着吧。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没事，你拿着吧。高阳，咱别开玩笑了，行吗？我没开玩笑，孙子骗你，这石头真归你了。不是高阳，现在外面风声那么紧，咱们现在还没脱离危险，葛南征和老仔他们随时就会找到这儿来。咱俩可不能再互相残杀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咱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你以为李白玲真的跟你调心吗？你错了，他早就出卖了你。你怎么知道？我亲眼看见他和老仔在军区疗养院的别墅。怎么着啊？你们还没商量好呢？冯裤子说你出卖了我。他的话你也信？当然不信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冯裤子现在出卖了你。要这么说，高阳，你现在还出卖了我呢。哎呀，咱别管现在谁出卖了谁好吗？你们讨论这些无聊的话题也不分个时候。咱们现在到底怎么办？葛南征他们一定在四处找咱们，还不赶快决定就要出大事了。那冯裤子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你这话是真心实意的？当然了，我们不听你的也没辙了，谁让我们落你手里了呢？高阳，你要这么说可就言不由衷了。你们不是要去国外吗？我反正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们一条道走到黑了，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们就当我是个臭拎包的，鞍前马后也算有个照应吧。那石头怎么分？无所谓，你们看着给。你要真这么谦让，我还不好办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要是不以身作则带头谦让，我知道到头来咱们只能两败俱伤。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分明是在威胁我们。我怎么敢呢？现在我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我冯裤子只能无条件地顺从你们的意愿。别，冯裤子，你这么说我们可就太见外了。实际上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呢，你忘了我们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和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那会儿了吗？是啊，美好的童年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我们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卓爷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方言他们此刻不定怎么对咱们恨之入骨呢。真是的，我现在都快被你们感动了。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忆苦思甜就能让你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不能老是靠着幻想生活在过去吧，总得有一部分人先飞黄腾达起来吧，不能大家都没完没了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首先走上富裕的道路呢？没有，可我们更没有理由去坑害自己的兄弟和朋友。 到底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他故意在这儿跟咱俩装蛋，以便拖延时间，把他们全都招来。白玲，你这个臭婊子！冯裤子要是想弄你们，早就动手了，还用等到现在吗？冯裤子，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儿！你刚才跟我耍流氓，我就没给你计较，你还来劲了你啊？高阳。 有些人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咱不客气了。丧心病狂，丧心病狂！还等什么？来呀！这些刽子手，为了那块破烂石头，尽管向我开炮吧！还等什么？疯了，疯了，疯了！这人快疯了！ 高阳，你别理他。冯快走，走啊！行了，冯阔，别演戏了，我不会把你怎么着的。我高阳说话算数。 我怎么能忘了你这个始终与我荣辱与共的朋友呢？走哪儿我也得带着你，咱们走吧。去哪儿？装什么傻呀？你刚才不是还说我们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跟着我高阳一条道走到黑吗？不过你放心，我们只会去天堂，不会下地狱的。你跟他废什么话？咱们赶快走吧。你们背叛哥们儿是注定要下地狱的。 你们走吧，你们立即滚蛋，从我面前彻底消失。你要老这样，可就没劲了。我高阳不能没有你。你放开我，听见没有？不许再碰我！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啊？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走不走？高阳，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有你那个臭婊子，立即从我面前消失。 再问你一遍，你是在赌气，还是真不想和我们走了？高阳，你们快走吧，真的不为什么，就当我冯裤子从小看错了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为有你们这样卑鄙的朋友感到无比的耻辱。别以为你的所作所为就有多高尚，真是虚伪透顶。高阳，别理这个变态的疯子，我们赶快走。我承认我曾经虚伪过，可我现在很坦然，我冯裤子终于可以问心无愧了。 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你还用不着来这一套。在我高阳的心目中，我比你们更早明白什么对我最重要。你们迟早会明白，我高阳今天不得已这么做的良苦用心的。 纵然你将来就是个救世主，我们也不会接受你施舍的。你们根本就不配做我冯裤子的朋友，赶紧滚蛋，滚得越远越好，别再让我看见你，我恶心。冯裤子，你行，我刚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咱们后悔莫及吧。走，高阳，你要当心，李白灵那个狐狸精会毁了你的。 你一直跟夏红有联系是吗？可以这么说吧。当我只见了他一次，也就是高阳和李白灵走了之后，我曾经去找夏红借过钱。尽管夏红痛斥了我一顿，但还是借给了我。我还从他嘴里得知了卓越的死讯。我偷偷去医院太平间向卓越的遗体告了别。夏红曾经答应替我保守秘密，但他还是告诉了你。不，夏红并没告诉我。 是我猜到的。你也不必为夏红开脱了。其实你这些年的情况我都知道。是夏红告诉你的。准确的说，应该是百山。百山和夏红一直有联系。那时候我也在广东，不过我是在深圳。夏红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见见你，我当时心里很矛盾，最终还是打消了见你的念头。真的，方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掉你，但又很怕面对你。我那回来广东是单位派我来出差，我给百山打了个电话，他非要让我住他家，生辰难却，我就答应了。你不用解释了，你还向百山打听李白灵的情况了吧？我没打听，是百山主动告诉我的。他说李白灵和高阳已经闹翻了，具体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听一个熟人讲。百山说的没错，正如我所料，高阳和李白灵到了香港没多久就分手了。有一次我在深圳无意中碰到了谭丽，从谭丽嘴里我知道了一些李白灵和高阳的情况。据谭丽讲，高阳曾经在香港管他借过钱，我一猜就知道高阳也混得不怎么样，他一定是让李白灵给耍了。 那么高阳为什么会突然死了呢？而且还死在了国内？这就不好说了。你刚才说很难再见到李白灵了，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去问问百山？因为我听说百山后来知道了关于李白灵的一切情况。我上次从广州回来以后，就再没和百山联系过，而且我也不打算再和他有什么联系了。你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对吗？ 你可不要想歪了，其实我和百山也不可能有什么事。那就是你想通过百山找到李白灵，对吧？这样不好，冯裤子，你好像是在审问我。随你大小便吧。说实话，你很想李白灵，对吗？你还有完没完了？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不肯跟哥们儿说句真心话。其实甭说你了。 有时候我都挺想他的，所以你就照猫画虎找来了李将军。怎么这样说呢？李将军有很多内在的东西，绝不亚于李白灵。不是一时代人，你就说外形他再像，也不过东施效颦罢了。谁东施效颦了？你们少拿我和李白灵瞎比啊！
我饿了，我也想吃点。自己厨房弄去，老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不好。讨厌，这是我吗？这是我吗？你才这样呢！别这样，这样不尊重导演不好。我好不容易才在方言面前树立起点威信来。方言，瞧见了吧？这人一贯的。一贯什么呀？和你一样，一贯的无赖。你这打击面太宽了吧？一点也不。你们通宵达旦、津津乐道的回忆完你们当年那些肮脏的历史，回过头来一看，不觉得你们其实就是一群无赖吗？怎么说话呢？本来就是，你们还别不承认。方言，你承认吗？我还真就没认真想过，但我觉得人活着还是无赖点好，这样真实自然。老兄高见。无赖到了极点。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打情骂俏，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真的，这样挺好。这样不好，两个无赖，长此以往，群众会议论纷纷，有碍观瞻。方言，你少跟我来这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直是在向你学习靠拢。我还是想不明白，你怎么干起了导演？这有什么？混口饭吃。就像你当年发表小说那样，我当初也不明白。你这行选择的很好，再没有比这更适合你的职业了。我从没奢望要把这当成职业，这仅仅是我谋生的手段。你对待这个神圣的职业太不严肃了，我很悲哀。这就对了，人活着就是要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悲哀。我为我们的过去悲哀，我也为高阳的死悲哀。高阳并没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就不为卓越悲哀吗？你很会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对，我们一定要把凶手绳之以法。你们这样开死人的玩笑不好。没开玩笑，我们是认真的。那凶手要万一是你们其中的某一个人呢？那我们绝不手下留情。你没去看夏红吗？没有。他住院了。我听说了。我们正准备今天去看夏红呢。你见过他吗？见过，但是在照片上。我们还通过电话。我听金二和夏红说，在冰场见到了一个酷似李白玲的人，那人不是你吗？就算是吧。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啊！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你去送送他。你怎么不去？都别了，我会受宠若惊的。哎，你去哪儿？外面现在风声这么紧。我很像个地下工作者，对吗？方言，没开玩笑。你保重吧。放心，不会连累你们的。哪儿的话，这里永远是你歇脚的地方。咱们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就只是歇歇脚的交情吗？你可以搬来。我们随时给你腾地儿。嗯。这个女孩很迷人，好好珍惜吧。不要这样，我知道你在女孩眼里一向很迷人，她已经为你着迷了。要不要李江云陪你一起去找李白玲？嗯，我很想见见她。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李白玲？你也该去找她了，现在很是时候，你们可以当面做个了断。你怎么知道李白玲在北京？难道你们见过面？当然没有，但是有人见到他了。在哪儿？那就不得而知了。
成功，功德银行呀。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官护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方言，百山，方言，还真是你，我差一点不敢认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来没几天。怎么不来找我呀？还没顾上呢。住李万玲家？对，临时的。你是来找？不，我听说你来了，是来看看你的。不对吧？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打听的。对，是夏红告诉我的。夏红来北京度蜜月，她说你最近可能要来，
再说，卓越的忌日快到了。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卓越已经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你真是为祭奠卓越来的吗？当然，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再不来，就太对不起卓越了。